刘氏三兄弟就看你们的了。Come on, boys. 老太好一点，小时候就玩那个roller coaster，那过山车。哦，怎么感觉男上要站更快，站好多圈啊，感觉。OK, move， 可以动了，走走，休息休息。早上了，这位骑手，身体留在原地，脚先走。快，你就一看没骑过摩托。这位骑手。Don't worry, nice. Take your time. Take your time. Yes. 我刚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他比你还急。快，快点打，快点打。稍等，稍等。受不了，等。再说，快。加油。好车。加油，加油。哇，差一点点。他发球发的好棒啊！他都可以，都发很好。哇，他们也不行，我怎么办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现在时间过半。我跟你说，你们打的时候，如果你打低，你丝毫一整，所有分数全中。你打一没分没有，打低一点点杀他，你们杀球比较厉害。Guys, on me. Mark, fighting. 好，停了，停了 ，move, move, move， 停，停了，停了。加油，加油！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。哦呦，哦呦，差一点。哇，太好了！哇！三分！哇！现在我们还有53秒钟。马上！好，魏大勋上场了，。还有机会，啊啊啊啊啊啊！不行，魏大勋一直在狂喊，魏大勋，哦哟，我不行，走，魏大勋，走，走，魏大勋，快，快，好，魏大勋 ，30 seconds， 30秒，快。还有时间，还有机会，最后4秒钟，还可以再打一次。Yo, come on， 加油！
的大哥，我真的靠你啊！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来，来，终结者队加加加！我输了，我们惨败。恭喜这一轮的锦囊争夺赛获胜的是终结者队。太重要了，这个锦囊太重要了，真的。现在蒋乃亮帅气的走向我们的 vivo X Play 6手机。好，锦囊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 vivo 非凡锦囊到底有哪些内容。第一个，飘飘然。下一招，我和你手拉手。有用有用，这有用。祝贺我们的终结者队一下子拿到了三个锦囊。